Bye bye. FM FM, 听唔听到？有冇啊？今日玩 FIFA 嘅画面睇到未？咩定次次我一咩眼前一黑就话咩大叔打丁，嚟应快 ，come on come on，go go go，UST 冇所谓 ，never mind。我系打边个位置都能够出任最好嘅功力，最佳人有冇？战略高手咧，好似啊系啊，我先讲一样嘢先，就系、是、咧今日咧我啊调整过，寻日就漏夜进行咗工程嘅，因为见你话喺人中出极嘅时候有啲窒啊嘛，叻机即刻要处理噶啦，达叔呢啲就即刻喂咗，寻日就喂咗啲咩龙骨，唔知咩散啊，俾部电脑食，你睇下今日会唔会好啲？设置咗，重新设置咗啲数据，一阵你睇下会唔会叻机啊，或者点？有啊，即刻同我讲好嘛？啊，即刻讲俾我听。啱啱想讲个咩？死啦！啱啱讲啲咩？啱啱本身啊，战略高手嗰个战略高手咧，嗰阵时就有啲吓、啊，有好多嘢食嘅，有曲奇饼，我通常食曲奇饼嘅，好抵食嘅，任食嘅嗰阵时如果你唔食饭咧，你就咁去打一粒钟。你打一粒钟咧，之后你狂拍嗰啲曲奇咧都够爆，梗系可以狂灌嗰啲汽水嘛，有可乐啊，嗰啲柠茶嗰啲咧，好快饮咧，你就饮爆。讲真嘅，啊，汽水饮唔饮啊？系啊，我觉得咁多间网吧最好咧，我坦白讲，到而家为止我都觉得系战略高手。你有冇去过啊？阿希生嘅快乐啊！Let's go, let's go！ 战略高手，我朋友话咩达哥好萌，我系咩点会萌啊？黐线，我系嗰啲完全系嗰啲北斗拳四郎嗰啲角色，点会萌啊？咁啊，战略高手仲有啲咩？嗰阵时成日都系放外玩啊，好记得 lunch 啊，有嗰阵时有啲咩特价，好似嗰啲 K lunch 嗰啲套餐咁样啊，唔知夜咩晏昼过去有啲鸡髀饭，咩火腿鸡髀饭、黑椒汁，咁样就可以食噶嘛。嗰阵时又好癫嘅，都成日去食，日日即系点啊？成日去玩啊！朝早啊，翻学之前都好似试过，都癫过啊！你有冇试过翻学之前去网吧？我想知战略高手系咪开到24小时啊？跟住佢一开头，佢除咗张凳好坐咧，跟住嗰啲电脑又劲，佢全部会用嗰啲正版 game， 好记得系咁。我有啲同学仔又好衰，佢走去抄嗰啲 CD 机，你有冇咁做啊？你有试过？你是个网路高手啊！啊，走堂去网吧你都试过啊？嗰阵时系咁，战略高手咧，应该系香港网吧中成本最高嘅一间啊！电脑啊，以咩啊，小食嘅饮品咧都属咧呢个一级水平，收费咧每小时30蚊，哇，咁贵嘅原来，黐线！而家先知原来咁癫，哇，人才仔仔啦，今日胜利11人。又嚟啦，终于齐晒人。听朝呢要搭早机都睇埋我，多谢你。你听日去边度啊？去边度旅行啊？啊，下个月头呢去大阪玩一个礼拜，有咩要注意？去你小心囉，见到啲咩牙岛啊嗰啲啊，小心啲啊，唔好再撞。大阪你要去，你啊大阪呢，如果你嗰个行程呢好短嘅，好逼嘅，唔紧要。啊，你喺酒店房间攞住张地图，好似牙岛咁铺喺度，跟住你有幻想自己有个。跟翻阿牙岛咁幻想自己有咩啊？一百万啊，定1000万啊？牙岛佢话只1000万，之后又去搵嗰啲咩陪酒女郎啊，嗰啲咁样嘛。啊，系讲开呢样嘢咧，今日咧啊，话做乜鬼嘢又轻机？系咪咁麻烦咧？喂，我轻咗啊！黐线啊！搞咁耐，今日搞咗呢个鬼婆。咁话说咧，今日咧无独有偶啊，有我兄弟啊 send 咗个网站过嚟啊，俾我同我讲嘅，佢系咁讲，佢话咩？佢话吓系啦，佢话日本仔咧，佢话原来咧就有去开咧有光顾咧香港有个网站成日去嘅，叫咩141，你有冇睇过？又写晒啲教学，你有冇睇？跟住佢，你有冇睇过？帮你攞阿瑶嘅签名，系啊，佢系咁讲，跟住咧佢话咩？日本仔咧啲人就奇怪，佢话咩个人啊？个咩嗰啲香港人啊，嗰啲中国人咧、啊，个个都想去嗰啲日本玩啲咩风俗粮嗰啲
咁讲，我唔明点解日本仔要千方百计嚟香港玩一四一，佢有啲人就喺度唔明。佢话正常就系因为中国人咧去到日本咧，如果你想嫖或者咩，通常唔俾你啊嘛。佢话咩日本人系唔会俾你咁样噶嘛，吓佢话唔俾中国人去强啊，去做呢啲去嫖啊，去啲风俗店啊，系嘛？点解我哋中国人即刻点解唔整翻嗰个对佢哋日本啊进行翻啲制裁啊？一四一咩嚟？一四一你都唔知道，我梗系唔会光顾啊！我肯定系冇去呢啲网站啊，但我都知啲常识嚟噶嘛，系嘛？你正如呢，你知都知道砵兰街有啲咩吓？咩系一四一？你啲再扮已经系你啲演技系已经太浮夸、浮于面噶啦啊！唔好意思，你喺大叔面前喺度扮呢啲话咩？一四一系咩嚟？问好啊，扮天真多余系嘛？呢个人哋问你喂。边度啊？系咪话旺角听闻好多古惑仔喎？咁讲呢啲系人啲常识嚟啊，系嘛？如果你咁讲，你扮你打个问号咧，人哋只会笑你。人哋又哇，你连香港有呢啲咩网站都唔知道，人哋笑你，就等于你唔知咩香港人有份设计忍者龟一样，俾人显得你无知，俾日本仔笑，明唔明？吓、啊，仲有一四一问号。日本仔咧成日咧就收埋自己啲好嘢，但系咧跟住咧佢就话。跟住啲兄弟咧就讨论，佢就话你话你班傻仔，佢话咩去日本啊？佢话咩你攞一四一嗰啲价钱去日本玩啊？就好似人中之龙咁，你最多同个女女啊倾下偈，饮下酒，饮嗰啲矿泉水，识下拍你知，啊手仔都未必拖到啊！佢如果你要真系要去到啊上埋床嗰啲咧，佢话有啲挂整啲龙溜嘢啊，嗰啲古惑嘢咧，佢就肯定系好贵噶啦。佢系咁讲，所以咧日本仔咧，佢话咩有啲日本客。咩嚟到香港咩好开心咩晚晚去嫖啊咁讲啊嘛吓，唔好意思唔好意思，各位队友，你嘅 friend 屋企咩屋村停车场玩咩人投诉俾保安捉吓，佢话咩啊？佢捉你嘅原因系咩？大叔咩？之前你请我食烟，你记唔记得我？黐线，我系咪真的？唔好又喺度屈我。我发现最近好多人成日屈我咩？翻工嗰时见到咩？喺地铁搭咩 ？APM 喺地铁见到我食烟嗰啲啊！Let's go，Let's go，rock and roll！ 希望今次唔好 h 啊！大家堂堂正正可以打翻场啦！我知南可以，我寻日讲咗啦 ，Elisalem 啊嘛，我有讲啊！啊，而家大家都未有嗰个线，我哋嗰个少年侦探团，寻日啊系，讲开呢、這个，寻日有啲兄弟就话咩噶嘛？你哋话去帮我把咩住喺加拿大、啊、住喺呢个洛杉矶嘅兄弟话会帮我去调查喺现场影啲相嘛，直击报道嘛。个个寻日有几百个人喺度讲我而家去嗰边。今日有咩进展？少年侦探各位柯南，点睇？日村系边个？我日村系我，你话就系嗰 FF， 佢话你觉得我 FF 劲啲定日村劲啲？我从来唔 FF， 讲真黐线。住宾夕凡尼亚州 FC Central 中环唔够胆同我哋打，中环啲系一级嗰啲，可能嗰啲成哥嗰啲嚟啊，佢唔够胆同我哋打。咁啊，嗰个你有咩最近今日有冇啲咩新嘅线索 update 啊？啊，仲各位咩？各位兄弟。啱啱 TVB 嘅记者叫南可儿啊，真系啊，真系人有相似嘅名啊，都有相同嘅，可能有时系咁啊吓。有冇啊？今日有冇咩？有冇咩补充啊？冇资料嘛？即系仲系嗰个，有啲人就话咩？可能系咩啊？你话段片系假？今日咧我有、啊，我同事有同我讲啊咩个 lift 度咧，佢话咩见到一个咩好似人头咁嘅嘢啊嘛，佢话圈住，你有冇留意到？佢话咩有个细路女，佢系咁样啊嘛，啊呢啲系比较荒谬嗰啲，佢系咁讲，你有冇睇过？个记者叫蓝可盈，就唔系蓝可儿，就你睇错啦，系嘛？黐线又喺度屈啊，大叔系凶手。我今日睇嗰段片咧，吓、啊、段片咧剪过两次，吓、啊。好明显嘅，第一次咧就系见到佢只手喐嘅时候，你见到嗰、那个吓、啊、动作咧唔连贯嘅，挫一挫啊。最后第二次咧就系、是、最后嗰个山门嗰度啊，
又系挫佢一下，你有冇睇到啊？吓、啊，曹博士答加国华女咧咩啊？落成失踪，你点睇啊？跟住咧，佢话曹博士点答啊？为乜你想去加拿大做侦探咩？啊，曹博士咧就点啊？啊，就系咁啊，就系答咗一句就曹博士，佢系咁样啊？人哋问你点睇，佢就系咁讲。而且单案唔系喺 LA 发生咩？佢应该吓、啊、曹博士啊，就冇睇呢个新闻啊，似乎系嘛？啲家国系佢嗰个南可儿嗰个籍贯啊嘛，系嘛？即系佢系加拿大籍噶嘛，但系案件发生嘅地方咧就喺呢个嘛，就喺呢个乜鬼啊嘛，系嘛？啊，洛杉矶啱唔啱啊？咁啊，曹博士就冇呢、這个冇睇啦，似乎。圣地牙哥定咩洛杉矶啊？我唔记得啦。总之就系 LAPD 嗰头揾。啊！喂，今日真系搞好耐喎吓，冇、啊、人够胆对我哋啊吓、啊！见到我哋太劲啊，胜利十一人，强震出击。好，咁啊，先分享下啲咩啦，有趣新闻好嘛？咁今日咧就有单有趣新闻就系咁样，我谂咧而家咧就发明咗一种药吓、啊，有一种有一个叫咩啊？莫特，哇，又系中环打啦，中环佬啊，一阵打完去落去老懒饮杯嘢最多，我请两个人啫嘛，请你饮翻杯啊！咁啊，有呢、這个最近咧就发明咗一种药咧，就叫咩啊？可以令到人咧只系瞓两个半钟头，增加生产力嘅，就叫咩莫特菲尼咧？就是一个美国食品药品咧监督嘅管理局咧认可嘅药物，佢就话咧呢、這个不少嘅专业人士咧就会靠呢种药咧集中个注意力，提供工作效率咁嘅。啊，坊间咧有啲人咧就称嘅，就叫呢只药咧就叫聪明仔药。咁啊，呢只药咧最新嘅发展咧就系有助咧减低人啊对睡眠嘅要求。啊，咁啊啲人咧就发现咧就话咩食咗呢只药之后咧。每日咧瞓两个半钟就够噶啦，而且咧冇显著嘅副作用，智力啊、行动力咧都唔会受啊日常生活影响啊。咁试药结果咧引起好多人讨论噶啦，即系议论纷纷。有啲人咧就话咧、啊、你搞到啲人咧啊，即系嗰个时间生理时间长嗰啲人咧就系咁咧啊，系咁做嘢啊、性啊之如此类啊嘛，系嘛？佢话跟住咧就会有啲人咧就话可能你工作时间长啊，冇唔代表有用噶喎，系嘛？佢就话咩你攞嚟上 Facebook 啊乜鬼嘢，系嘛多余？你点睇啊？成哥见到呢只药就开心啦，佢就话啊，终于做开做足21小时，咩不是梦？啲人啊即刻都系咁样讲啊。你会唔会内脏受损都唔知系啊？讲真啊，啲西药嗰啲鬼佬药鬼知啲药就真系唔肯定嘅啊！唔知攞啲咩提炼出嚟，佢唔肯公布个成分啊嘛啊！逆天而行啊！呢啲系啊，我嗰阵时读过咩啲心理学啊，好似有讲过啊咩咩，如果你嗰个人唔知咩瞓得少咧，佢话咩一个人咧，佢话其实最基本咧，佢话咩？生理上咧，佢话其实只要瞓两个钟头就够噶啦。佢话咩？但系咧，佢话如果你喂，点解啊？趴得好地地做乜噶？佢第一次攻势攻唔到啊！即刻咩啊？黐线！咁咧，佢话我读过心理学嘅嗰阵时咧，佢就话咧吓，即系根据人嗰个身体状况就系咁嘅。佢就话咧，如果咧你话你正常咧，你拍药啊，佢你拍即系话你瞓觉咧瞓两粒钟就够噶啦啊。佢话但系咧，佢话如果你即系瞓唔够，佢话最好咧就瞓四个钟定咩？两个钟就系最基本要求。跟住如果你咩你唔瞓嘅话咧，就会咩记忆力啊下降啊，唔知乜鬼嘢嗰啲啊，有好多副作用咁样啊。跟住咧，佢就系咁讲啊，好记得就系有个实验系咁，有条友就唔知疯狂喺度坐过山车定咩，死都唔瞓觉嘛。你有冇睇过个有个心理学好出名嘅啊实验嚟嘅？佢就一路 keep 住坐过山车，连续咁坐。即系食嘢唔瞓觉嘛，因为佢话惊，即系呢个实验咧就系想证明佢咧可以几耐唔瞓觉啊，佢就咁样，咁佢就肯定咧，佢话坐过山车嗰阵时咧就肯定唔会瞓啊，定点样？因为佢最多间唔时落去厕所嘛，你知唔知啊？有个咁嘅新闻噶嘛，啊，咁啊，跟住就话咩？佢就话咩后尾开始头晕啊，咩头痛啊，佢话咩冇咗记忆啊，断咗片定咁样啦，佢就咁讲，所以呢只药咧就暂时都未知道有冇好处。
佢话你瞓咗两粒钟啊，净系咧唔记得差你200万啊，叫咗你咪 upgrade， 我唔 upgrade 啊，大家都上唔到线嘅、啊、呢、這个好霸道噶，你冇得好似以前 AOC， 你以为我系 AOC 咁样，即系大家一齐唔 update 玩翻最旧嗰个原始版本唔得噶，一定要全部 update 噶。啊！如果唔系你上唔到个 server 打唔到，以前系咁啊嘛，以前 AOC 成咩哇 1.0C 嗰啲喺度啊，搞呢样搞嗰样嘛，又走逃兵跟啊，又话做枪手，枪手会背住人哋嘅咩？今日有条友拍片喊晒口，叫佢女朋友唔好分手嘛，我知啊吓，但我唔知道点解，可能佢真系做咗错事定点，但系有啲人就话咩，我就冇睇过段片嘅，因为大叔今日比较忙，坐成日田，咁啊嗰段片啲人就话咩佢好烦，净系讲话咩喺度喊晒口啦，讲咩唔好离开佢啊，咁样嘛，系嘛？叫人同我哋打我有啊，过数叫人嚟打。黎英啊咁讲，有冇兄弟想即刻同我哋打？一线蛙喺咪度啊？一线蛙 ，V 一线蛙，好耐冇同你打过啦，新蒸头之后未打过，不如再打翻场好嘛？一线蛙，简拿华路尼斯达马甸尼贝奥尔边个劲啲？一定系马甸尼，讲真，最劲肯定系马甸尼，你点睇？唔同我打，十人 AOE。AOE 最多8人，你肯定冇玩过，最多4打4你又冇玩啦、啊，吓、啊！我打篮球都好劲噶，高比拜仁咁犀利嘛，高比拜仁最近 block 咗啊咩啊，詹士两球啊嘛，我打篮球就系好似洛文咁样，马特拉斯就最劲，马特拉斯把口劲啊，最醒目，马特拉斯啊系个嗰个咩啊 EQ 啊最高啊。佢好醒目，成日撩兴人哋，自己又喺度笑笑口咁撩兴人，仲去涉前啊顶波入个波啊，唔知世界杯定咩攞冠军啊嘛，靠佢高比拜仁劲废，点解咁讲？我把口啊最劲，5vs6啊，睇下嘛得唔得啊？唔得个冇咩所谓，你决定。除咗高比同詹士，仲识边个？我识嗰啲好旧喎，柏宾咯。我成日都话我最中意就柏宾啊、洛文啊、啊卡尔啊嗰啲啊嘛。喂，你有冇睇咧？最近嗰啲入樽大赛，我睇好似同以前佐敦啲争成皮喎。你有冇睇到啊？以前有个咩韦健士啊，咩 Wilkins 啊，咩德士拿，咩滑翔人德士拿嗰啲啊，可以喺罚球线一嘢飞埋去。我嗰日咧，我开电视睇啲花式入樽好似好流料喎，就咁有条友坐喺度，有个咩 NBA 嘅大佬嘅坐喺度俾个波人嚟，跟住唔知点样嗰个人就咁样吓跨过去，人哋以前嗰啲系成个人企喺度，嗰啲佐敦照飞过去噶嘛，系嘛？好似渣好多啊！你啊，嗰个入樽大赛我睇完好似瞌眼瞓，完全好普通咁转身360度入樽啊！呢啲以前好少嘢啦，大佬。以前嗰啲咩大风车转十几个圈啊嘛，两只手咁样转720度一嘢坐去啊嘛，系嘛？点解咁渣啊？系我睇错定咩？系近年轻嗰、那个定点样啊？吓、啊？我记得最劲嗰啲入樽王系咩？5尺7寸啫嘛，系嘛？都照样入到樽嘛，好矮但系佢照样坐入樽啊！卡达最经典，因为佢老咗。你系咪睇马戏团咩？以前真系好劲啊！嗰、那个80啊、90几代啊、90年代嗰啲，个入樽都超劲。依啲咩事？我 mon 都转咗好耐圈啊，系啊，急不1080度噶啦已经。以前嗰啲距离唔同啲啊，转到甩教。我知嗰只手啊喺度垂直咁揈啊，咩720度？你话我黐线，你只手我咪？你要睇噶，冇啊啊咩啊，同埋佢可以自转噶嘛，佢个人喺度垂直咁啊自转啊，好似你地球咁样转啊啊！好似武侠小说嗰啲轻功咁样啊吓，喺度跳嚟跳去，一路自己喺度自转咁样嘛。
我打籃球好勁啊！雖然打個咩啊，雖然好普通同好悶，但係打個波嘅人咩？你睇有一個已經有隊友已經頂唔順 ，VS 六，哇！可樂都走啦，頂唔順啊！嗰個已經係嬲我，嬲我鬼婆，點啊？繼續吹下水先咯。要唔要转 game？ 士乐唔得嘅话，直接人中啦，定点啊？一即系斋吹水都十点。好，咁啊，继续讲下先啦，吹多阵水先啊。有冇睇啊？最近有一单新聞咧，又系咁啊！今日咧就话咩？有冇睇过日本嗰型男小栗旬？小栗旬咧，虽然咧佢话屋企咧就娶咗个靓老婆叫咩山田优啊，咁啊山田优咧，跟住咧佢啊依然咧就好花 fit 嘅呢小栗旬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睇过一个咸湿嗰啲节目，你知日本仔十二点几嗰啲嗰啲咸湿节目噶嘛？跟住有一日咧，佢啊偷偷地啊，佢啊出席又唔知拍咩综艺节目咧，佢啊探去见到咧个咩？女 AV 女優就叫明日花，咁啊，跟住見到佢啦，做節目嘅時候咧就好開心啦，之後就問佢攞電話，結果咧就呢個俾佢老婆發現之後咧咩好呷醋，之後一夜之下一怒之下咧就一夜掟爛啊小栗旬嗰個手機啊，就一夜掉到鬼爛鬼曬，你有冇睇過？小栗旬咧，我好印象咧就好記得就係佢嗰個嗰次上嗰個日本嘅鹹濕節目，我好記得佢啊睇得好開心嘅，我好記得就係咁。佢睇到唔知咩要除眼镜，佢话咩要佢话咩目测，我记得个节目系咁，我都系喺高登睇。咁啊，佢又讲一句咩？佢又讲一句话咩？咩？佢话咩目测个女女咧系要几多？即系嗰个胸部有几大咧？那个节目大概系咁。咁小栗旬咧就唔知，好似个个都估唔到，系得小栗旬佢唔知除咗眼镜，佢嗰阵时系戴咗眼镜，佢话咩戴眼镜睇唔准嘅，佢咁讲之后除咗眼镜啊，你有睇过？小栗旬嗰个，你觉得小栗旬靓唔靓仔？讲真，坦白讲，我啊觉得麻麻地，比起其他嗰啲，但系唔知点解佢系好红嘅。小栗旬只眼又好似好攰赖赖咁啊，块面又黑黑地，皮肤又麻麻地啊嘛，头发又唔系特别好睇，嚟嚟去就系梳中间分界嗰个头咁样噶嘛，系嘛？我靓仔啲，唔靓鞋臭，有啲人咁讲。佢好似马骝，佢都又高又瘦喎，讲又讲。啊、小栗旬系几多高度？金城武梗系靓好多啦，木村嗰啲型好多。咩？边个系明日花呢啲？我就知道，我就真系样我系未知，但我知道佢系 A V 女优，我就知嘅。啊！我想睇啊，我都想睇假波啊！我哋今日我个鬼婆真系唔知搞乜啊！可能好多啊，同一时间都系咁样。咁啊，跟住咧，嗰个小栗旬咧就于是乎咧就系咁样，跟住有啲人咧就话咩佢老婆咁嘅样啊，所以就咩，梗系咩，梗系去偷食啦，佢咁讲啊，佢咁讲，你有冇知唔知山田优系边个？其实我都唔知道，跟住我睇一睇先知道，原来都唔系太好啊，太靓女，但系佢就话咩山田优得对脚，所以小栗旬咧就偷食嘅咁讲啊。啊系，讲开又讲，有一单新闻咧几有趣，今日咧就咁讲嘅，佢有一单新闻咧就讲咩？有法官嘛，你会睇啊？有个咩 MK， 佢有咩怀疑咩俾人告袭警咁啊？咁讲，佢有个僆仔啊，咁讲俾人告袭警啊，上庭啦啊！一上庭之后咧，佢一次个法官喺度唔知问佢咩定点啊？之后嗰个 MK 就嬲啦，佢咁讲，佢话喂，我家我俾差人打啊 ，Hi Auntie， 佢咁样讲，嬲甩滞，佢爆咗句咁嘅粗口，你有睇？佢讲个 Hi Auntie。佢咁讲之后，个法官即刻火气，即刻拍个惊堂木啊！佢攞嘴殴落去个台面啊！即刻话大胆，喂你居然喺啦本席面前啊！佢话裁判官面前讲 Hi Auntie， 佢话即刻咧要送佢入狱一个月啊嘛，即时入狱啊，告佢藐视法庭定乜鬼嘢啊嘛？你睇过？喂，佢打到喎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喂，冇。佢揿咗咯。喂，帮我，帮我 ，go go go。喂，做咩事啊？大家 ready 咗，但系打唔到啊！咪弱智，黐线啊！
唔好走啊！诶、哎，得啦得啦，希望佢唔系炸户啊，大佬。有时打一阵佢打啦，打一阵，喂，大家唔好入波住，猜下波先，诶，猜住猜住波先，起码过几分钟先，好嘛？跟住系啦，佢就喺度讲话咩咩，佢话 hi auntie 嘛，闹我裁判官，个裁判官火气，佢即刻讲话咩？你而家我谂啊，应该都系攞藐视法庭嗰条罪坐佢啊！即刻，佢话唔使审啦，佢即刻入狱，唔使讲咁多，一个月坐一个月监啊！即刻，嗰单案都未判，即系佢系咪袭警啊？嗰单嘢都未判啊！对面有过紧嚟啊，猜住波先，各位系啦 ，good 啊！我哋猜住波啊，记得唔好攻啊！去到门龙门龙门禁区啊，即刻猜翻去后面。跟住咧，我就即刻谂起啊，阿大王嗰句，佢就话咩？记唔记得啊？三成群大王就系讲你估嗨人 Auntie 唔使付出代价吓、啊？我话我咧嗰个裁判官嗰日都有睇过三成群咧咁讲，你点睇？嗨 Auntie 中文系咩？有啲人已经打咗啦，有好多满布粗口，唔好射啊，波波，停啊，太快啦，救命啊！希望佢话唔好咁快走啊，喊出嚟，即刻揿爆佢嘛，射空门啊嘛。够啦，千祈唔好大数人哋啊！人哋即刻个又话吓，一阵入两球啊，够晒数啊！好似黄沾嗰首歌，两个啊够晒数，两个啊够晒数吓！你顾住人，千祈唔好啊！大家我哋仲想踢波，好似嗰个周星驰少林足球，哎越靓啊！对面啊想射翻球，你帮我 good try， 快乐足球。嗰个咩啊？啊！少林足球有一幕就系咁啊，谷偷超唔知喺度讲咩，我净系想踢波啊咁样啫嘛，我而家嘅心情都系咁啊。同阿三井有冇睇林二当入樽？佢跪喺度对住安西教练话：教练咩？我很想打篮球啊！咁啊，哇系喎！嗰、那个讲起呢个三井呢个改图，我好记得有一次就系、是，我好记得我第一次睇咧，我嗰阵时我冇睇漫画个幅图嘅，即系我系大过咗之后，唔知上高登先睇翻呢幅图，但我唔系睇原文，我好记得嗰个咩嗰幅图个对白改咗咩教练一路喊晒口，一路我以为啲人喺度重温咩经典漫画桥段，之后佢改咗对白系咩教练，我很想打手枪定乜鬼嘢，我即刻笑出嚟，你有冇睇过？啊！佢一本正经喺度喊晒口，流晒马尿啊，鼻涕啊，成咁样对住个教练喺度讲。跟住佢咩教练，我很想打手枪，你有睇过？好嚟啦，叻啊！有几个叻啊？好，图有冇人睇过？有冇睇过呢幅图啊？有几个叻？系得嗰个系嘛？系得一暂时得一两个叻嘅话，哇喊出嚟！我咁爆，我唔想入 ，sorry。冇叻系嘛？咁继续啦，几时入波？啱啱入波啊！唉，唔系真系走啊嘛？对唔住啊，大佬，原谅我，我冇心啊！个波飞落我头度，波追人啊，大佬！真系我完全唔想入，仲喺度，整翻球俾佢啦，好嘛？我唔小心入嘅嗰、那个，俾佢入啊！个搭唔识咁样啊，大佬，你有来有往嘛，新蒸头大家好，做生意嘅嘢系嘛？嚟啦，俾你个靓 good try， 好嚟啦，好，阿萧，记住够啦，唔好再好再嚟俾落去。对面得翻一个人啊，系嘛？但系佢都努力作赛，我都要俾个掌声佢。讲真，非常有体育精神。你系香港最后嘅动力，靓波。咩啊？万里长城阵啊！哎呀，冇机会啦！我惊咁样系唔尊重对手啊，大佬。呢啲对手我讲真，我啊好尊敬嘅。即系一个人仲喺度继续努力玩落去，就冇揸流摊啊，成啊继续攻。讲真啊。佢好似前面仲有一个系啦，呢、這个仲有一个冇断到呢、這个好嚟啦，哇靓喎呢个斯坦转身再嚟，我识噶俾 David 嘅难度，大家俾啲掌声佢，讲真啊，真系依家好少，依家我哋嗰、那个而家游戏坛咧好少有啲咁呢个咁有体育精神嘅啲球员啊，讲真，因为而家咧好似打机，你哋觉得你又我想知道你新年嘅时候仲有冇同啲朋友一起打机啊？而家好似以前咧，我细个嗰时咧就同啲兄弟嗰啲，一定系拜年或者咩，一定系去人哋屋企打机，打到劲嘈劲
熱鬧啊嘛，一定喺度玩。通常你玩啲咩？過年嘅時候，啊，過年嘅時候你哋通常咩？我通常都唔會。